季主任，这是过去几年的病例和 CT 片。我也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但立刻送到医院肯定是伤得不轻。估计明天李晨执行是去不成了。老程，你赶紧跟那边联系一下，把计划推迟。我这边负责通知其他人。先这样。哥，怎么样？没事吧？都是我的错，我不知道他腰上有伤。好，先去看病。 刚刚手术开始前，我哥跟我说，让我嘱咐你别担心。他命大，死不了。想知道我哥的伤怎么来的吗？当年他去山区执行救援任务，为了给搭档搭把手，自己从10几米高的云梯上摔了下去。 3节腰椎粉碎性骨折，当时医生就断言他再也站不起来了，但他愣是咬着牙进行了1年的康复训练，让自己重新站起来。所以，不要把事情想得过于悲观。爸怎么样了？原来固定用的合金钉错位了，现在取出来。 但是腰椎的第4、第5关节严重损伤，而且伤到了中枢神经。怎么会这么严重？不可能，我只是踢了他一脚而已。伤到骨头是小事，关键是中枢神经受伤，这会影响他走路的。目前也不好说，观察看看。 没事啊，当初医生还说我醒不过来呢，现在不也好好的？就你这金光不坏之身，他2个月肯定能站起来。小陈说的对，这凡事啊不能只听大夫的，何况你还年轻，好好休养，一定能康复的。人也看了，咱们就别在这捣乱了。小欧，你好好的，有什么需要帮忙的，给我打电话。那我就不送你们了。 哎，我来，我来，好好休息啊！辛苦了啊！好。你想吃什么？我给你拿。 我这里有爱乐之城，不看了吧？我都已经这样了，我再看一帮俊男靓女在那跳舞，可齐天大。你这只是暂时的卧床休养，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不用骗我了，我什么都知道了。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我已经都这样了，不用自责。回家吧，我请一个护工照顾我就好了。回家吧，走啊，回家呀！我不走，是我把你变成这个样子的，我要对你负责到底。不需要你可怜，我没有可怜你。那是为什么？因为我喜欢你。 喜欢我啊，在别墅的时候，我可没看出来。我是真的喜欢你，我要不是喜欢你，何必那么费心劳神的帮你打官司，帮你戒毒？我缺心眼儿啊。季晓，你没有发现一个问题？为什么我每回碰你，我总会出点什么事儿？ 就跟被人诅咒了一样，这说明什么呀？说明我们俩是天生注定的冤家，根本就不适合在一块儿。
不是冤家不聚头，你还是认命吧。你这辈子也别想甩掉我。我刚刚差点就笑场了。看出来了，没看我一直看你吗？哎，小茶，他那腰没什么大事吧？有个屁事儿啊！那钉子早就该取出来了，一个小手术，在医院休养几天就好了。是严谨让季小欧他爸故意吓唬季小欧的。严谨这招也太坏了，也就欺负我们家小优善良。这要换了我啊，给我鸽子蛋我都不嫁。服了季小欧了。什么鸽子蛋呀？我说不让你招他吧，你偏不听。这下好了，把人踹残了，想甩都甩不掉。他身子骨挺硬朗的，没准儿过两天会有好转。没准儿，也许，可能。万一他没好转呢？你就这么跟他耗一辈子吗？耗就耗，我乐意。老季，你看清楚没有吗？严谨他真的是站不起来了吗？小欧那一脚怎么可能把人踹残了呢？他哪有那么大劲呢？这就是巧嘛。巧，巧什么巧？做了两天乌龟，我才明白啊，原来做一只能够直立行走的灵长类是多幸福的一件事儿。让你折磨季小欧，活该你一多动症变乌龟。你说你怎么想的？把人季小欧他爸也拉下水，这不是挑拨人家父女关系吗？我真没想到老爷子能帮这个忙。唉，看来他早就认定我这个女婿了。我可是跟爸妈都立了军令状了，你这次要是再拿不下季小欧啊，连我也得完蛋。你就放心吧，一切都在我的掌控当中。哼。不过，看到小欧这么着急的样儿，我就有点心疼了。我跟你说，你就多余演这出戏，还是好好想想怎么把他骗到利川吧。小欧，你回来了。严谨，你能坐起来了。啊，刚才护士说他伤口恢复的不错，可以试着坐一坐。你看，我就说只要。用轮椅推你出去散心。我想去利川。只要医生允许你外出，我一定带你去利川，好不好？你要去利川向严谨求婚？小欧，像婚姻这种大事，女孩子是不是应该表现的矜持点啊？都什么时代了，男人女人都一样。严谨受伤的这段时间，心情一直都不好。我知道他是不想拖累我，才故意说那些难听的话。但我怎么可能不管他？刚开始那几天，我也很难受。但我现在接受了，
老天让严谨蛇在我手里，就是想让我紧紧抓着他不放手。这就是命，我得认。在利川，我和严谨度过了最浪漫的几天，宁海也是我最喜欢的地方，所以我想在那儿向他求婚，希望你们能帮我。你也要在宁海？我也。我一个同事上周也在那儿被求的婚，那儿确实很浪漫。你打算怎么跟他求婚啊？其实我也不想搞什么大场面，就去之前我和严谨去过的一个酒吧，把楼上的露台稍微布置下就够了。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希望我和严谨最好的朋友都可以去那儿为我们见证。没问题，你到时候只管把严谨带过来，求婚的事儿就包在我身上。我就知道你会听我。说什么？纪晓欧在利川向我求婚？你说你俩求婚都能想一块儿去，真是天生一对儿。纪晓欧到底把自己当不当女人？求婚也要跟我讲？那你说我俩到底谁跟谁求婚？你是老爷们儿，当然你向人家求了。最终目标不变，作战路径需要调整。哎，行行行，知道了。上一次你没住的观景房，这一次也可以住了。咱俩睡一间。对啊，方便我照顾你。不太好吧？又不是没在一张床上睡过。你放心吧，这一次啊，我不会对你下毒手。你休息一下啊。王大小姐，听你这语气，心情挺不错呀，一路挺顺利的。这么重要的一天，必须顺顺利利。你们现在在哪儿啊？跟你说了，拜拜。刚才什么声音啊？在地上呀。是啊，苹果搁地上干什么？不应该呀，这客栈评分挺高的。小欧，憋不住了，替我上厕所。这么美，我总不能拉低画面颜值。我行李箱里有套新衣服，帮我拿过来。你不用打扮，在我心里也是最帅的。这话从纪晓欧的嘴里说出来，怎么听怎么别扭。嫌我矫情了？我今天还就想做一回小女，
受不了也得受着。Take my hand in your hand, so I get to know all about you. Take me to the other side. I have you in my head, round and round. There is no more to hold. And we can never fall in love again. 笑一个。I will protect you. 笑一个。在搞我吗？ No one can hurt you. What if I become an incredible man? I devote myself to you, babe, and I'll never want to change my love for you. When you're tight and tight, there's no one you can trust. 就在这儿去吻他。你还没看过楼上呢。啊，楼上。我这腿脚不利索，怎么上楼啊？关得好，季小姐。麻烦你帮我把他运到楼上去。没问题。哎，我有问题啊。他能抱动我吗？再把我给摔了，我的余生可就真在轮椅上度过了。你放心吧，他以前是市举重队的，徒手抱两个你都没问题。来。去年好像也是这个时候，你带我来利川看的日出。还真是啊。你当时有任务在身，还能陪我谈情说爱，演技够好的。你现在这样，不会也是在跟我演吧？怎么会？你爸的话你都不信？你们女孩就是喜欢翻旧账。一周年快乐。一周年，咱俩成为朋友一周年啊。我还记得上次你带我看日出的时候，天还没亮就叫我起床了。是那天够早的。我记得啊，你在路上给我发了好大的脾气，然后倒头就睡了，像个小猪一样打着小呼噜。我都存着了。谁还没有一点黑历史啊？以后我的黑历史还多着呢，有本事你就全部拍下来，然后剪辑成一个喜剧片，老了以后拿来逗乐。哎，以后能不能拍不知道。你还想把我甩了呢？我是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我有一个秘密要告诉你。其实上次看日出前的那个晚上，你抱我上床的时候，我没有睡着。最能演的人是你，你不会那个时候就喜欢上我了吧？这个答案你不喜欢？哟，这架势可以啊！有美女陪你共进晚餐，你还不乐意啊？来，这第一杯，敬这美好的夜晚。这第二杯，竟过去了2018年。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情，有开心的，也有悲伤的。但是你，让我感受到了什么是真正的爱。
还记得上一次你带我来宁海说过的话吗？你说人生苦短，要及时行乐。你最大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带着自己心爱的姑娘走遍全世界。你还说过，你这辈子只会骗我一件事儿，就是有一天你不再爱我了。上回来宁海的时候，我又能跑又能跳，可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这只是暂时的，你只要努力康复，一定可以站起来。那如果有一天我再也站不起来，那你就把我当成你的腿。只要有我在，想去哪儿都行。咱们俩开着房车，一起环游世界，一起远走高飞。只要我们俩在一起，就什么都不怕。等一下，在喝这第三杯之前，还有一件事儿。姑娘去哪儿？随便去哪儿，快开车！好嘞。走，走，别跑了，第三杯还没喝完呢。你不是说你都准备好了吗？你人呢？我歌都唱完，你们人影都没有，跟那傻子一起耍我是吧？我们人早就到了，不就是宁海西？
边的美酒吧吗？宁海西边，我在东边，好吗？啊，东边也有一个呀？怎么还重名呢？我们这边也有个二楼露台，也能看到宁海。你现在在哪儿呢？姑娘，没事吧？师傅，你这是往哪儿开？你不是说随便去哪儿吗？我看你心情不好，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没事，谢谢你们，在路边帮我停吧。着什么急？马上就到了。我让你停车。我让你停车，听到没有？姑娘，到了，下车吧。在三分之一团聚的那一天晚上，我找老程帮我安排的这个求婚仪式。原计划是在别墅那几天就找机会把你拐到利川来，谁也没成想出了这个意外。哎呀，我心里这个火啊，躺在 CT 室里，我想这可怎么办啊？利川都准备好了，我说去啊还是不去啊？后来迫不得已，我跑去说服你爸配合我演了场戏。我没想到咱爸这么有娱乐精神，一口就答应了，还嘱咐我说做戏得做全套，让所有人一块都骗你。我当时心里就想啊，这个老丈人我是认定了，不管纪晓鸥嫁不嫁给我，我都得喊他一声爸。你想得美。
Hurry, my lover. I'm still waiting for you. 季晓。我爱你，我一定要去，因为我知道你不想要那些无疾而终的爱情，我也一样。即便在那么危险的情况下，我心里从来没有放弃过你。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尽快回到你的身边。是不是要去餐厅啊？对啊，还多亏了季老板，现在的生意比以前更好。然后我去看一下罗成。嗯，好，知道了。去。嗯。拜拜。妈。倒茶就倒茶了呗，手在那写过什么呀？闪瞎我！亚明啊，事已至此，你也别生气了，还是高高兴兴的同意吧。你个帮凶还好意思说呢？
别人变着法子骗你女儿也就算了，你这个当老爸的还积极主动，拱手相让，我要跟你离婚。你和我离婚又能怎样？小欧和严谨不还是在一起吗？他们已经相爱了，分不开。严谨他身份特殊，小欧跟他在一起，日后一定会经历大风大浪的。更何况严谨他有吸毒的经历，这就是一颗定时炸弹。我绝对不会让我女儿的未来有任何的闪失。严谨他已经戒了，万一他复吸呢？妈，你怎么就不能想想严谨的好？他都愿意为了我去死，在全世界你还能找到第二个对我这么好的男人吗？有啊，你爸呀。小欧，你没有做妈，你可能理解不了你妈的想法。你妈这个人一生都在追求完美，所以她希望你的婚姻也是幸福完美的。但这世界上哪存在完美的适合人？我身上有各种缺点啊。妈，你之前不是说过吗？只要我能嫁出去，你就烧高香了。现在可好，我终于能嫁了，你又在那推三阻四。我是为你好。又是这句老掉牙的话，最讨厌这句话了。哎呀，都好好说话啊。我呢，说下我的意见。我同意小欧和严谨结婚，但是严谨必须定期检查，我来监督。爸的主意不错，我同意。我不同意。我现在把话说到这儿，如果你执意要嫁他，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我这个妈。又是情感绑架。那妈你也听好了，我和严谨是真心相爱，这辈子都不会变。你给我回来！你把话说的那么绝干什么？女儿是快乐的，难道不好吗？我是为她好，她怎么就不理解我呢？还有，刚才你说什么呀？你要跟我离婚又能怎样？行啊。你别较真行不行啊？我哪里较真了啊？你想说什么？对不起，我错了啊，对不起。你怎么能说对不起呢？你没错，你们都没错，都是我的错。还没有抓到六位，所以严谨的推断，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证实。我们会先把注意力都放在寻找作案工具和分尸现场上的。是的，李娟，我会把所有的证据再重新排查一遍，看看有什么遗漏的地方。好，您放心吧。哎呀，怎么又上紧箍咒了？案子破不了，要换你，你不头疼啊？李局现在对这个案子非常重视，咱们得尽快了。上次让你调查严谨，现在什么情况？我把严谨这些年生意上有来往的人都查了一遍，确实发现了两三个死对头，但是经过我们的明察暗访，发现这些人对他都有点怵，更别提什么杀人灭口了。我猜应该是跟他武警的出身有关系，最关键的是他们不知道 KK， 也不知道战宇，更不知道纪晓欧的存在，所以按照严谨的观点，刘伟人是唯一符合条件的人选。大声地告诉你。
失去世界也不可惜。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被放逐天际，只要你真。